睡觉的角度，嗯，脚上都踏不到。撤离，撤离，你要叫我撤离哦。嗯。撤离。自拍呀、啊？怎么还要自拍呀、啊？躺也太下面了。你那是妈妈刚才调的吗？我都没有摸啊。真的吗？我刚才有坐那么下面吗？没有，我说你躺得太舒服了。躺得太……我就坐着，然后就望之却步。你上次不是说你都没调？对呀、啊，这次怎么调这么多？那个后照镜按下去。所以是你等到都没有车开到最内车道好了、啊，这是最简单的路径。是后视镜要看一下，需要调吗？看起来很好啊。啊，就等到都没有车。完全都没车的时候再看，不急。你要进？那你？那弟弟要帮我导航。你就开到最内车道，然后左转就是了。那就换你开了啊。那一左转之后靠最外车道。你知道开车是没有智商的吗？啊，你现在是要开到最内车道要左转是？对。要走松山路这样子。对啊，一左转开到最外车道。还是看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。松德路右转。啊，没有先倒车吗？对啊。你怎么要开到最左边？最左边走。都没有车啊。就左转。走啊。嗯哼。应该过不去了，慢慢。啊，左转的。最外侧。他知道我是新手，就赶快。今天是什么吗？还是打工？嗯，完美。雨说还要自己用，啊？难道还要我帮你按吗？你一格的时候，这个转到最这样子，它是最快的。然后转这样子是最慢……啊，这里没有雨刷，没有，那是你手伸出去自己刷。那你要买，你要买那个防水垫啊，那个防水垫就可以。就塑胶袋，塑胶袋包起来就好。所以它 ice stop 起来，它那个方向盘就没有办法转。你一转动，它就起来了，它就解除了，这么爽。它认为你要动啊，它就会解除了。就只是开这个，都一直 this man 就好。嗯，怎么飞？小心它停车。你把它取消好不好？是吗？对啦，哪一个？我会把引擎盖打开。没有，你说一个 A off 那个按钮按下去，
对，好，前进。不然你就会一直熄火，一直熄火啊。他觉得该熄火啊。可能那一颗电池很快就被你玩爆了，待会子会不会就发不动了，没电了？这么夸张？我眼睛一直起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戴口罩。口罩哦，那你现在你可以不要戴啊。要不要拿一个新手驾驶的牌子挂在后面？那你要在后面挥啊。我们要拿一张贴纸，你开车的时候就去贴在后面，然后就新手驾驶请多包涵。哇，雨变大了，要我帮你调整吗？是的。哇。顺顺的开就好，甩尾会不会太快了？只有太慢不会太快，真的。哦，看这个档这么多。加快绿灯之后可以切到在右边的车道，因为它地上画的不好，它其实应该画虚线。那你要怎么样？因为你要右转，你如果我现在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，你就到前面红绿灯右转，哪一个？就是蓝色牌子的那个，对对对对。可是我要说的是，你要不是这里右转，不是这一个右，我的意思是要开。你这么猛干嘛？开到外车道。没有这么快啊！哦，你不要指挥的太快啊！他每次妈妈指挥都会变这样啊。就是前面，就是我直接告诉你，等下有红灯右转。好，我不用讲了，那就是告诉他前面那里右转就对。车道兵行位。没有啦，我现在就是跟你讲说，这前面左右转就对了，你自己开啊。你也会被逼车啊？不会，没有关系啊。不会啊，正常开就好了。你就正常开我。你只要知道在哪里要转弯就好了。哦，好了，我知道我在哪里。你知道了哈，直直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帮你拿的就可以了。是的。我不用对准嘛，就应该这样子都拍得到嘛，哈。你这么广角。哪里右转？你还没直走，直走到那个世贸的那边。对啊。对，你就现在目前就是一直直走。你就一直在。快到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。哇，96秒！这个真的该 I stop。你来不及啊！不要。要开冷气，开爽爽。这个可以拉手刹车。你这么懒啊？妈妈教我的。哦，我通常是踩着，不是踩着。有啊，我还是踩着。救护车在哪里啊？在左侧，那怎么拿颠倒了？啊，你的不是自动会那个吗？不会啊，是可以啊，只是我后面还要再调整。啊，我没看到啊。